正手方面的话，大拇手指头要用发点力压住一点，完了这个食指应该来讲抠住一点。反手应该是应该是算两个手指头吧，这个两个手指头在顶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更固定的这个版型，包括它的力量可能会更集中一些。主要还是后面这两个手指头它顶着，包括前面这个就是大拇手指头都要这种去发力顶的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它可能让力度和这种速度会都能体现。反手的时候可能应该跟正手现在可能食指这个可能抠的会稍微紧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反手的这个力度就往前送的这个力度，因为靠食指来这种发力嘛，包括后面应该来讲都是一样的，后面也是用两个手指头顶住啊，但是主要是前面的话大拇手指头的话只是这种轻微的这种来控制住板面型，但是主要力度要在食指上，食指能够给它这种往前送会更多一点。最主要我觉得是一上来的这个，很多我看过这种业余的一些选手，包括就是他们在刚学反手直板横打，他们的手腕会就是晃动的非常厉害，我觉得因为靠这个肘关节它是一个像轴一样的把这个来带动前臂跟手腕这个地方固定住的话，这样它的动作会就是会越来越这种固定，这样的话你发力到后面的时候再想加质量的话会越来越固定，不会说一上来有些人我看就这个手腕晃得很厉害，包括它这个地方打开的也非常大，因为要靠这个地方来当一个轴一样来这种锁住这个地方。那可能在发力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腿包括腰它转完到，但也是要靠这个地方来这个要靠这个肘关节来当一个轴一样，最后发力的时候把它送出去，还是后面的两个手指头吧，因为要靠两个手指头顶住的这种力量，还是要这两个力量还是会大一点，毕竟再加上食指的话它可能会把这个版型固定住嘛，对，因为你手指顶住的话包括这个抠住的话，你手背你想这样别也别过来，它自然就这样。
要是可能手上吧，前面这个一个是大拇手指头和食指，它会有一个来回的这种控制板型，因为到正手的时候要用这种拇指做这种压过来，然后等到转到反手的食指可能扣的会紧一点，反手可能就是拇指会稍微这种力量不会压得这么死，这样的话它会要靠食指来把这个板型控制，要靠腰来这种来回转，包括它的腿上这种重心要这种稳，因为不可能说在你一边一下的时候还是这个打摆速的时候还是把重心放在一个这种脚上，可能会放在重心放在中间一点，这样的话你的来回转换的这种速度和这个节奏就会好。